一啲非基督徒所唔会面对嘅处境嘅时候，主啊，我哋更加去仰望你，更加去相信你，去感谢你，因为系你将我哋拣选出嚟，你将我哋摆喺呢个咁重要嘅角色里边，以致我哋知道我哋活着系有一个目的，活着有个意义，就系喺你嘅计划当中去参与。天父，我哋再一次为到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献上赞美感恩，因为佢哋都系因为你嘅呼唤，佢哋同我哋互为肢体。主，我哋再一次为到我哋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我哋完全将佢哋交你手中，因为你话当我哋一个人一个肢体系有痛苦嘅时候，我哋都应该同样的感受，同样嘅痛楚。主，我哋都为到 Donna 再一次将佢摆你手中，当医生都仲未揾出原因，主啊，我哋都求主你去亲自帮助佢调整佢身体里边嘅唔舒服、血压嘅情况、佢嘅头痛、佢唔同嘅一啲嘅状况。主啊，我哋知道呢啲都系你创造我哋俾我哋嘅symptom，一定系里边有啲嘅事情。但主，我哋求你赐下你嘅智慧，赐下你嘅引导，以至去照顾佢医生，能够去真系能够觉察到呢个处理嘅方式。我哋要求主保守当佢哋运用唔同嘅药物、唔同嘅过程嘅时候，主你真系掌管呢一切，以致呢啲药物能够真系帮到佢，叫佢能够喺呢个过程当中得着你嘅工作。天父，我哋都同样将菲利交你手中，继续求你帮助佢，知道佢都面对好多呢啲治疗过程里边嘅好多嘅唔适应。主，你都亲自帮助带领佢能够喺你里边信靠你，去睇到喺神你嘅眼光里边去。活在地上，我哋可以点样去荣耀你？我哋求主，你就亲自带领佢呢段时间，让佢享受家庭里边弟兄姊妹当中嘅一同嘅一啲相交，让佢里边能够经历到神你莫大嘅一个医治嘅过程。天父，我哋亦都为到Sonny 嘅先生Dewis 再次感谢你，睇到佢好似都慢慢嘅好似更加强壮。我哋感谢你喺佢身上嘅作为。看到他一个愿意信靠你的心，一个喜乐的心灵，求主你将他真的帮助他，让他真的从你里面得着奇妙的作为，以致荣耀都归给你。天父，我们为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在当中，主他们有不同的需要，主你都知道，你亲自的去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提醒他们，以致他们来到你面前找着你，经历到你是可以帮助他们的神。天父，我哋为到喺呢个礼拜里边，我哋睇到都有一个尘埃落定，我哋睇到有最高法院嘅法官被推举出嚟。我哋为到呢一切献上我哋感恩，因为知道呢个都系一个系愿意去诠释呢个宪法，更加系一个愿意爱神你嘅一个基督徒。主，我哋都愿意你喺当中去带领我未来嘅美国里边。以主，你真系继续去让你嘅工作系俾我哋时间，俾我哋机会，让更多人能够回归响你俾我哋嘅过去嘅好多好宝贵嘅真理嘅里边。我哋求主你继续系位在上嘅，面对好多唔同嘅事情，有好多嘅决定，我哋都一交上你手中。我哋睇到好多嘅唔同嘅决定系带嚟国民有好处嘅，带嚟俾我哋更加系靠近主嘅。主，我哋欢喜快乐去感恩，因为这个是你的作为，你去容许有政权在当中去带领的时候，我们相信你自己去继续掌管一切。求主你亲自的保守带领，愿主你去继续去带领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去很快步入了这个十月的时候，主我们都亲自的带领，很快一年过去，求主你继续给我们教会有你自己的睇见，知道我们怎样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单单为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增长，我们更加为到神你的角度，我们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我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好吗？平安耶稣说 Shalom 平安，我们都常常要见到弟兄姊妹都说平安。有没有挡住看什么啊？看不看都晒，因为他们说我那些PowerPoint 去到盡的，看不到的那里。
我哋今日咧继续去思想吓，我哋话思想呢、這个呢段时间，我哋都去思想呢个嘅约翰福音里边，神离开呢个世界之前，未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讲嘅好重要嘅说话，呢个系非常之宝贵吓。今日我哋继续落去思想呢、這个十五章嘅十八节到呢个嘅十六章嘅第四节，我哋一齐嚟先读一下经文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我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了了。这要应验他们在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过的。说过了，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将你的宝贵话语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进入我们心田当中，我们去看到主你离开世上，你不单单是对门徒去讲，更加对住我们讲，因为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说亦都为到将来要相信你的，就是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愿意主你就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日所处的光景，向你的快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更加我们更加去警醒，我们更加去学习怎样按照你的话语里面去生活。求主你带领我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徒的见证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我们说基督徒呢，做基督徒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前唱一首叫做什么，曾经那首叫做什么？曾经想过，曾经好像不做基督徒好不好呢？后来就那歌后面都是说曾经一刻，曾经一刻。如果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开头唱，你会觉得好共鸣，好共鸣。基督徒无无端端不明不白，亦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但很多时候面对一些额外的挑战，是吧？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你看到了，这个是黑暗，光神的光要进入黑暗里面照亮这个黑暗，光照亮黑暗的时候，黑暗当然不习惯，于是开始有很多的反抗，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光，祂照亮这个黑暗，神更加是公平公义，所以揭露那些不公不义，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当中，国命垂死挣扎，是吧？神的爱更加释放和赐给我们真爱，于是好像我们上次看到的经文，神透过彼此相爱这个生命的力量去达成他的目标。所以我们讲了福音十三章，我们其实讲了两次，第一次讲到我们同神同基督的生命的关系，是吧？跟着就讲到人同人，特别是可以说基督徒彼此相爱，更加是对其他人。但更加在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更讲到人同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单物质，是讲到人世上的人之中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五章是很宝贵，讲到我们从神里面
之后我哋点样喺神里边明白神嘅心意，点样活出神嗰种生命，彼此相爱嘅生命，而进到呢个世界里边，就面对今日我哋面对嘅挑战嘅经文，系咪啊？咁啊，要去见证神啦，见证神系用神嘅爱啊，所以福音喺十三章你话我赐俾呢一个新嘅命令，就系要你哋彼此相爱。如果你哋啊经历到我个爱，亦都去咁样去彼此相爱咧，咁于是咧就众人点啊？就認出你哋係屬於我嘅門徒啊！門徒咧，如果你上次有嚟聽李牧師講咧，門徒呢個字響羅馬書之後，響呢個使徒行傳之後就唔再出現啦喎啊！之後點啊？基督徒啊，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就等於係耶穌講嘅門徒嘅意義啦啊！所以你見到咧啊，所以我哋明白嚇。咁你呢個唔知你有冇三月份嘅時候應該有套電影啦嚇出嚟啦，就係呢個叫做《魏恩波》嚇，或者翻譯成理查魏布蘭德嚇。咁佢有本書一路寫咗好多年嘅啦，叫《為主受苦》，佢自己嘅經歷啦啊見證。咁亦都拍成電影，所以喺今年裏邊咧三月度去啲細細嘅戲院放啦，又通常我啦嚇。最近都有一個戲放出嚟，可能得好少電影院肯放嘅啫嚇。咁咧，殉道者之星佢後嚟就成立呢個殉道者之星啦，去表達呢個好多為主基督徒受害嘅嗰個表達佢哋嘅見證，同埋鼓勵我哋多啲禱告。咁佢自己咧響當中係被呢個共產黨啦啊，共產黨去捉拿，於是坐咗14年監。佢亦都有響呢本佢另外一本書嚇，叫做《響神嘅嗰、那個》。嗰、那個底下嚇，喺世界底下 underground 嚇，咁佢咧響講到佢同一個經常同佢一齊坐監，坐咗14年監，響裏邊呢個14年監裏邊，同唔同嘅人傳福音，響當中去分享基督嘅生命，更加響當中有一個特別係無神嘅青年，同佢講到有一次講到咧，基督徒有一個基督徒被形容為好似像耶穌啊，你唔知道你有冇期待神話？你好似耶穌咁，哇，真係好啊！即係話人哋覺得你嘅生命像耶穌，呢個就係神俾我哋嘅目的嘛。神我哋要像基督像長子嘅形象嘛。咁佢講完之後咧，那個青年點講啊？有反應佢話：如果耶穌娶你，要耶穌似你，我就要去認識耶穌。哇！調轉嚟喎，即係佢嘅生命裏邊咧，常常嗰種愛心嗰種生命咧。是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在困難裏面，在那些常常鞭打他的那些共產黨的面前，和那些周圍那些可能都不信的那些人的當中，他表達那種生命。所以這個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見證，在困難裏面。所以今天呢，我們在這個很敗壞的時間裏面，我們要去思想，我們是不是有這種的影響呢？還是我們很沉睡，我哋好似同無關係，我哋自己喺我自己日常嘅生活裏邊，好似都冇乜影響。我哋對其他人完全冇任何嘅接觸，我哋只係喺我哋嘅生活圈子裏邊，同一個冇信嘅人一樣。我哋日頭做我哋要做嘅嘢，完成我要完成嘅嘢，好開心於我哋開心嘅嘢，但係對其他呢個世界冇任何影響。我哋話呢個沉睡嘅，如果係咁樣，係一個沉睡嘅睡著咗嘅教會。基督的爱是世上的人其实他们最需要的，都是他们想寻找的。你看到我的流行歌，他们都说爱爱爱都是唱爱的，但他们的爱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是吧？就是要未必不在乎天上的曾经拥有，很多这些他们的观念，但在基督的爱里面其实就是他们最深想有的。世人其中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所以爱是神来用在我哋去达成佢生命旨意呢个嘅计划，去福音传遍，因为佢嘅爱就系呢个整个福音嘅核心，佢嗰种舍命嘅爱，嗰种牺牲嘅爱，饶恕嘅爱，系透过我哋，佢要透过我哋去彰显呢种嘅生命。人见到我哋嘅生命，佢哋觉得，咦？点解你咁唔同嘅咧？系我所渴求嘅咧？系咁样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嘅生命话俾知，系因为耶稣，唔系因为我哋有咩特别。所以在剛才我讀經文裏面第27節，他說你們也要做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我們能夠這樣是因為我們認識我們的神，認識我們的神，所以我們認識我們的神因住和祂的關係，和我們上次第一個經文裏面講到
葡萄树之时的关系，我们真的掌握到这种的生命，我们这样去回应，跟着我们就被充满有神的爱去行出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发生这种见证的力量。爱的生命结果就是我们见证是主要的源头和力量，是吧？这个生命，生命很重要。刚刚这个礼拜，即今天我们在以前一个在香港的一个机构，也是一个福音机构，也是一个用书室去见证神的一个我以前跟他一起拍档，他是我的走入去我们的训练里面参加训练，然后自己继续去开教会和书室在中国地方。他们今天又庆祝40周年，哇，40周年，在他们生命里面看到他们爱的生命的果子遍及不同的地方，中国不同的大地，是他们充满力量，充满着那种爱的关心，走到街头，在街头里面去报道。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见证过程主要的是有很大的挑战的，虽然说这个好像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生命，但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的生命的结果不可以做假的，是吧？不可以靠自己力量能够完成的，难不难啊？哇，如果你说我是做假，假不得多久的，是吧？更加要靠自己力量想达到这种生命的果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耶稣说离开了我没有人能够做什么，这种生命是那种自然的生命的流露。当你真的不断的连结在这个葡萄树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吸收养分，慢慢你发觉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是彰显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人家看到。但是呢，世人都知道，刚才我的经文读什么，世人都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吧？众人就认出，是吧？所以可以认出的，所以我们做假假不得多久，也都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最后显出只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各样的东西，不是真的那种他们期待的那种生命。我都可以啦，我都靠我力量，他们也都是因为世人都是夸自己的力量，我有多少学识，我有多少才干，我比你厉害。当我们靠这些厉害不过他的时候，是吧？那就糟了。你说爱心，他们可能我比你爱心大，但我们的爱心那种的内涵是他们没有，是吧？所以众人因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不可以，这个困难的地方挑战就是我们不可以做假的这种的生命的见证。但这个见证里面主要的挑战还有就是我们会因为这样被世人恨恶。咁我哋佢認出我係真嘅，但佢哋又唔中意喎，呢個先係弊啊嘛，係嘛？啊，佢就認出嗰啲假嘅，但佢哋假嗰啲佢冇所謂喎，嚇！但認出我哋真嘅咧，佢哋就開始有嗰種反應啦。啊，頭先我哋光嗰種反應，對神嘅反應啊，佢哋開始對世人咧就會對我哋恨惡。呢個係話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所以世人就恨你們。更加話佢哋恨你們到一個地步，可以逼迫你們。世人認出我哋真嘅門徒基督徒啦，真正基督徒應該係咁噶嘛，有生命嘅果子啦，但係卻恨我哋啊！但係佢哋唔會恨嗰啲假嘅啊，因為佢同我一樣啊嘛。啊，頭先我讀嘅第一節就講啦，係嘛，同我一齊世界一樣，屬世界啊嘛，我哋屬於世界，基督徒都可以屬於世界，即係跟隨世界走啊。所以咧，世人嘅憎恨啊，點啊？世人憎恨點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实，世人会恨你们，因为恨你们的之前是因为恨我，是恨耶稣，所以说都是耶稣赖他。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乖乖地，但是人无端端就会来的，看不过眼的，觉得你光撑撑撑到他，是吧？会这样的，是吧？所以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他说世界就必爱属己的，所以就不会了。你哋如果系同佢一樣同流咧，即系話你哋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就唔同啦。你哋顯出咧，我係響你當中嘅工作。呢度話係我從世界揀咗你哋，所以咧恨耶穌，亦都因為我揀咗你屬於耶，屬於你，屬於耶穌啊！耶穌話咁樣啊，所以主要嘅原因都係耶穌啊 ，Only Jesus， 我哋 Only Jesus， 但你希望你唔係話。就是他咯，耶稣搞到我这样这么惨，如果是这样就惨了。即是我们不明白这个 Only Jesus 的意思，他们恨我们是因为耶稣，也都他选了我们去有份于
佢咁嘅生命係好特別嘅榮譽啊！參與喺耶穌嘅生命當中，所以仲要提醒我哋活在呢世界唔係要得人嘅愛喎。如果你得曬人嘅愛點啊？咁就係可能冇人恨你啦，係嘛？啊，要得曬人嘅愛就係要像佢哋，唔活出神要我哋活嘅真嘅自己。神要我哋活出嚟係點啊？重新在神里面找回我们真正的自己，祂创造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按照祂的生命力量去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按照要得到神的爱，我们的表现，我们所行的是没有神的爱，因为神的爱里面没有神的爱，我们按照祂的方式，我们就显露不到神的爱。 用很多斤斤计较，用很多我们去算下这样对我好，这样对我好，这样去行使这些生活，可能都不是做坏事，但是里面显露不到神本身要我们显露那种，我甚至愿意蚀底，因为啱的事情，因为好的事情，我放低我自己，那种的温柔，那种的谦卑。耶稣也说了，更加怎样，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耶稣说，我之前讲的在十三章已经讲过类似的了，这段经文我刚才读到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耶稣是会面对这样的迫害，因为他嘛，我们因为他也都会同样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作为基督的见证人呢，是代表基督，是面对世人的恨恶。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讲到，我们更加是基督的使者，一个国家大使，代表国家的一个角色，军队去到代表去到一个国家打仗，是不是那些人特别认识那些人呢，特别恨他呢，打到他们怎样呢？不是、你看那些美军去到这个阿富汗那些，哇，随时嘣上来都想杀他那些人，是吧？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差呢？是不是衰呢？是不是他们知道这个是坏人呢？不是、是因为他代表着美国，他们不喜欢美国嘛。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那些，他们因为那个代表着那个背后的东西呢，于是我们的恨就由这样产生了，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因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代表着他，于是我们里面就面对这种情况。耶稣告诉我，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不要不清楚，不要糊里糊涂。耶稣第三话，耶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站错边，耶稣选我们应该站过边，是吧？更加说我们不站耶稣那边，为了保自保，不去面对亏损，我们去不愿意为到神的缘故，所以我们最终面对在神里面没办法按照神的方式得着神的那种各样的福气，更加无法有福音生命的影响。这个说嘛，他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他的话应该就是说神的福音，也都遵守你们的话，福音的影响。如果我们当中去遵行神的意思，去表达这种生命的影响，而他们后来认识神的时候，他们怎样？于是他们相信，所以我们是达成这个福音的影响。我们经常都见到很多很难去决定的情况，有些人他的家父母因为他信了耶稣迫害，你要不要再信耶稣，信耶稣我们断绝父子关系，哇，这些很难的情况，那怎么办？有些人好像，如果你听过李牧师说，我喜欢那个人跟他结婚，妈咪说跟你断绝关系，你跟他结婚，哇，又很艰巨的。有时我们说怎么决定呢？有些人都问我们牧师，你怎么决定？很难说，不同的情况出现。但有些情况就是他们让一让，让一让，跟着神奇妙工作，好像李牧师，我决定听妈妈说，我不跟他结婚，跟着怎么办？他妈妈改变，但因为神听到神的道，星期日听到神的话语。另外一些情况，他们坚持到底了，我要按照神的意思行。于是呢，哇，好像很大冲突了，于是真的被赶出来了。那这种情况 是怎样呢？我们说，哎呀，没有绝对说哪种是好的，但终于你要明白神在当中的处境，你怎样做，对不对？但最终你自己没有离开神的意思是最重要的。因为呢，有很多时候都是要你不同的情况嘛，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影响是因着我们继续按照神拣选我们这个目的去生活，明白吗？耶稣在提醒我们，
世人的憎恨点啊？约翰一书话俾我知啊，唔好爱世界同埋世界上嘅事啦，人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里边啦。吓，提醒基督徒啦，系咪？更加话你哋淫乱嘅人啦，用呢个淫乱，即系话我哋唔爱神、爱世界、爱其他偶像咧，就好似同神为敌啊。所以基督徒都可以爱世界，咁变咗就属于世界啦。所以世界就同佢好 friend 啦，对啦。就不會有呢種迫害出現嘅。耶穌話呢個事實會發生，但對我嚟講冇啊，冇，我冇被迫害喎、啊。如果你成日都話我幾好啊，我同個個都相處得好啊，我又咁係咪我哋嘅見證未出嚟咧？係咪啊？有冇事我哋諗下喎？係咪我哋冇見證啊？我哋見證係都係同佢一樣啊？佢哋中意呢啲，我中意呢啲啊？佢哋鬧嗰個，我鬧嗰個，係嘛？係咪咁樣啊？啊，世人嘅憎恨點啊？耶穌用到恨惡呢個字話，你呢個哇呢、這個加拿大嗰、那個死啦啊！話佢啊，加拿大佢哋呢個今年發生嘅喎，佢哋話啊呢、這個加拿大總統咧，佢都係回教徒啦嚇、啊，更加佢對基督徒唔係好敢嘅喎。佢話你基督徒咧，你申請暑期工咧要點啊？要 sign up contract 喎、哦？呢 contract 點啊？你 sign up 個公司就要同意我哋呢啲嚇嗰啲好多立場啦嚇 啊同性戀啊嗰啲咁啊嚇。咁有啲基督徒話唔得喎，咁你唔簽就冇得做咯，冇暑期工做咯，啊咁樣啊，咁呢個係好奇好特別嘅喎，真係好明顯嘅，所以延伸到好多呢啲強烈嘅恨惡咧，可以去到 hate crime 喎，呢個 hate crime 我哋出美國都提到呢個 hate crime 呢個字啦，啊就話基督徒 hate crime 啊，即係話我哋歧視啊啲人啊咁樣，咁呢個喺邊度出嚟啊？由加拿大出嚟嘅啦，啊 discrimination 啦，用呢啲字眼啦，種族主義啦。是吧，不斷去將我們擺落一個角落，說我們不對啦，是吧，那這個更加有直接的取締啦，是吧，禁制自由啦，我們的強國啦，強拆教堂十字架，威逼你有信徒放棄信仰啦，好像這個什麼東方閃電一樣，濫殺教牧同濫暴教同工啦，禁止聚會啦，禁止傳福音真理啦，執行者濫拘捕啊，濫捕啊，無所節制，濫權啦、啊！啊，有時個問題就係嗰個人濫權啊嘛，用佢嘅權去亂咁無法無天啊嘛，唔係個權有問題，係咪？所以神嘅恨惡面對咗我哋真實嘅愛神，話神啊，我信，就有更加明顯嘅一啲衝突啦，係咪啊？如果你話我信耶穌係神嘅兒子，就我唔會係。冇神論嘅咯，我唔會啊，唔知道有神，我知道神存在咩？我信神啊嘛，有神存在嘅係咪？我信耶穌係神嘅兒子，就唔拜偶像啦，佢係神，我拜佢啊嘛，我亦都唔拜死人啊嘛，啊，咁唔係話不孝啊嚇，對祖先我哋尊敬，但係我哋唔會拜佢係神係咪？其他宗教啊，大自然當大自然係嘢都係神啊，唔會啊，啊，信耶穌就點啊？唔會犯神啦，哇，好多神嘅。多神嘅或者样样都系神嘅啊，满天神佛啊，好似我哋民间宗教，所以呢啲咁样面对好大群人嘅，点啊？你好多人无神论啦，好多人不可知论，好多人拜偶像，好多人啊拜死嘅人吓，拜好多人啊，好多人乜嘢都系神，好多系信好神，于是我哋同大部分嘅人唔同啦，系嘛？于是咪有冲突啦。好多我哋话呢个就是世界观嘅冲突吓，所以信耶稣影响我哋好多唔同嘅关系，特别系好多撒旦最后喺度掌权嘅关系世界，于是我哋又进入咗实际体会到好多属灵嘅争战吓，唔单单系表面上边，我哋要睇，咦后边其实系都系因为信神嘅缘故，而喺当中有各样嘅呢啲冲突产生啊，所以神嘅恨恶。不只是耶稣讲得咁简单，更加我睇到哇，好多层面里不同嘅关系里面出现嘅，系嘛？所以恨耶稣嘅原因系咩咧？啊，第一个头先话有一节话，他们因我嘅名要向你们行这些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嘅，佢唔认识，第一佢哋唔认识神。如果真系认识神嘅人，会唔会唔信耶稣啊？一定会信耶稣嘅。有啲人咁讲，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如果人真系明白神系点样样，一位神系边个，一定会信耶稣。从理性上面都系吓，你哋啊，哇！神一切嘅源头系佢，人嘅目的一切都系佢。哇！人有道德，人有咁样，我作为做咩啊？啲同好多哲学上边
更加再睇下，哇！我生命亂七八糟喎，又有罪喎，啊！我都想脱離呢種罪嘅捆綁啊！點樣可以做好啲啊？從唔同嘅角度裏邊，如果真係認識神係邊個，耶穌係邊個，一定會信耶穌嘅。但好多就唔認識，係嘛？第二，我基督啊，我嗱基督就基督啊。若果冇嚟教訓佢哋，佢哋就冇罪啦。點啊？因為耶穌嘅教導裏邊，耶穌嚟嘅時候對住佢啲猶太人講講好多嘢，佢哋都反對啊。點解？因為講緊佢哋有罪啊。你哋唔係因為祖宗係跟從亞伯拉罕係猶太人就得啊？你哋要信神啦，信服神啦，係嘛？咁同佢哋所諗嘅方式唔同。若果我冇向佢哋中間行過別人未行過的事，嗰啲好事嚟噶嘛，係超然嘅事嘛，醫病趕鬼係嘛？佢哋就冇罪啦。咩事啊？佢哋好偏見嘅，呢啲嘢未試過嘅，未做過嘅，更加呢啲係違背咗我嘅觀念，唔係我想嘅，啊，所以係好嘅都反對，所以咧，於是佢哋就唔會信啦。啊，呢個第三個原因啊，我喺中間行出嚟嘅係佢哋唔能夠接受嘅。我哋對世人嘅恨惡不需要介懷，所以睇到從咁一路落嚟嘅時候，我明白到耶穌話。你哋會被恨惡喎，恨惡因為恨惡我，唔關我唔關你事啊，恨惡，亦都恨惡係必然嘅喎，啊，所以唔需要介懷，呢個係必然嘅事，咁你要接受啦，係嘛？必然接受。但係我哋作為基督徒要小心，我哋有冇呢種恨惡咧？如果我哋本身有恨惡，我哋有冇恨惡啊？有啊，我有喜。但如果我恨惡係基督徒其他基督徒嘅時候，我哋要諗下，咁我哋嘅恨惡係咪恰當，係咪啱咧？因為當我哋如果恨惡其他基督徒嘅時候，除非佢哋係有問題。嗱，要我哋話佢有問題係咩問題咧？係咪同神嘅真理違背咧？如果唔係嘅時候，就我哋有問題咯。我哋嘅恨惡同世人一樣，係嘛？最尾翻翻去就恨惡神。所以世人有恨惡基督徒啊，基督徒亦都有恨惡啊。究竟分別喺邊度啊？好嚴重嘅挑戰。嗱，你今日有冇恨惡基督徒啊？有啊。我唔中意佢啊！咁分別點咧？唔信嘅人又恨惡基督徒，你又恨惡基督徒，同我有乜分別啊？分別喺度，前頭嗰個世人佢哋係屬於惡嘅，佢哋未有基督嘅生命，所以佢哋本質就係咁樣噶啦，係咪啊？但係基督徒咧點啊？我有基督喎，但係我哋只係唔隨從基督，順從竟然順從呢個舊嘅我，順從世界嘅觀念，繼續去行惡。於是我哋嘅分別喺呢度，啊！世人同基督徒都係有恨惡，原因係一樣嘅。最尾如果你諗翻，咁佢哋都有呢個表現，係因為但兩個有分別，但佢哋嘅原因點啊？原因都可能有一樣喎。佢哋唔認識神，佢哋恨惡神。基督徒都可以係唔認識神啦。啊，我信咗主幾多年啊？而家認識神幾多？同埋有冇？發覺自己認識神深啲咧，啊！嗰日我喺星期五底查經羅馬書第五章一到十一節，因信稱義有咩結果？最尾講到歡歡喜喜，哇！於是我睇嘅準備時候，哇！呢度講到三樣嘅歡歡喜喜，一樣就係因為點啊？因為神嘅榮耀而歡喜，我期盼神嘅榮耀啊嘛。第二個因為喺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之後，我歡歡喜喜，啊！因為見到生命係。点啊？成熟啊，进展，于是我欢喜啊，系嘛？因为我生命改变。第三就点啊？以神为乐喎，哇！以神为乐，所以三个欢欢喜系唔同嘅。于是我问自己，我带查经喎，我就呢三个我有几多啊？我系咪都系期盼住神嘅荣耀，因此开欢喜？我系咪期望神荣耀彰显？于是我好开心啊！把神嘅荣耀彰显，好开心啦！谂到神嘅荣耀，我就好开心啦，系咪咁咧？第二个。我是不是不斷地發覺自己在很多困難、逼迫啊這些各樣東西裡面我受苦難裡面但我仍然發覺我是靠神經過了我很歡喜啊哇神你真是感謝你啊而第三個就是更加想起神就好以神為樂啊哇你說三個難度很高啊這個境界就是我帶查經都要問一下自己是什麼境界我都問他們的我們說討論其他東西唔使討論咁多啦，呢、這個我哋想討論一下，係嘛？我就係討論啊嘛，我要話事啊嘛。呢、這個係好重要。究竟我哋而家體會幾多咧？你話哦，有啲人講係啊，我遇到困難，神俾個恩典咯，所以我開心咯。
嗰低層次啲，因為神幫助你，仲未睇到我長大咗。我話都第二點度，佢雖然好似係講緊第二點，係嘛？患難裏邊啊，結果，但佢其實講緊我最尾有幫助啫。佢仲未去到嗰個真實嗰個第二點嗰個實際嘅情況。所以睇到基督徒都可以同世人一樣嘅原因，完全一樣，唔認識神。更加我哋唔走喺神嘅計劃裏邊，我哋其實企喺一個恨惡神嘅真理嘅角度裏邊，我哋要反省，呢個好重要嚇。第四個就係應驗聖經話，耶穌話呢啲係應驗啊！你哋咁樣對向我咧，無故嘅對我係因為聖經都咁講啦，神預言你哋係咁啊。耶穌嚟到呢個地方就以賽亞書話你哋，佢哋都係咁樣對你噶啦嚇，唔理啊，你講咩都唔聽你噶啦，係啊嚇，所以注定佢哋最尾就要面對呢、這個嚇、啊、神嘅一種管教啦，點樣啊？圣殿被毁啊，各样嘅嘢吓。圣灵工作喎，咁讲啊，圣灵工作，圣灵嚟到系真理嘅圣灵，佢嚟到就要为我作见证。所以有圣灵嚟喎，耶稣离开之后，圣灵就嚟。圣灵嚟嘅时候就发挥嗰种影响啊，点啊？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当你被里边心里边被责备嘅时候，讲紧你反而点样？好大挣扎啊嘛，我哋会唔会回应佢咧？啊？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唔中意噶啦！哇，指責我啊，裏邊啊，我唔死都同神相對抗啊，咁樣咁就於是頂佢哋咁爭啦，係嘛？咁爭最尾係門徒見證啊，加埋我哋啦，係嘛？你出去為我作見證，當門徒去顯露出我認識神噶，神係咁樣噶啊！佢哋又唔認識神，所以同你又有好多衝突。所以好多原因，佢哋恨惡基督徒啊，呢度講到唔同嘅原因。是值得我哋思想，呢、這個恨惡係不斷存在我哋嘅生命當中，周圍裏邊係冇辦法避免。但所以話喺呢個預計會被憎恨嘅裏邊，究竟我哋點樣去發揮呢種見證咧？耶穌講話：我已經將呢啲嘢話俾你哋知啦。啲咩啊？就係你哋啊所要面對嘅事情，使地你哋不跌倒。耶穌期望我哋喺呢啲咁嘅困難裏邊咧，可以。顯出我哋唔跌倒嘅生命，有咩會跌倒啊？領受耶穌所講嘅呢啲事，就係明白到預計到會有呢啲恨惡嘅事情出現。於是我哋點啊？我哋可以服從呢個世界所要求嘅，同佢哋一齊一樣，以至免受恨惡。第一種啊，呢個就係跌倒嘅其中一樣啊，跌倒。我哋唔跟神嘅意思，跟人嘅意思。第二逃避啊，哇，逃開避啊！逃避啊，避开，尽量避开吓、啊。第三啦，以恶报恶，佢点对我，点对佢？哇！我喺我嘅房里边挂咗个细嘅牌，我喺 Savers 啊行过，哇！呢、這个牌真系好靓啊！呢、這个牌写咩？就系罗马书啊，不要以恶报恶，而以善胜恶。哇！呢、這个真系好重要，提醒我哋喎，系咪？今日我哋系咪？不断行出呢个神嗰种生命就系、是、善爱嘅生命咯。无论对方点样对我，我仍然有呢种我就系咁啦，系咪？我就系咁啊嘛。如果我唔系咁，佢恶我又恶，即系我系唔系咁啦，我就系反应佢啊嘛。所以咪衰咗啦嘛，好多时候啊，系嘛？我记得我响呢个宣道会啊，去到宣道会即系响嗰阵时嚟到美国之后去宣道会啊，宣道会嘅时候我就。個總監喺呢個區嘅總監就要對我哋去鼓勵我哋教我哋點樣去牧會啦，係嘛？我哋訓練我哋，咁佢提一項好重要嘅嘢，你記得，縱然你係啱，但你唔好發脾氣啊！一發脾氣衰咗啦，人哋話你發脾氣啊，你發脾氣啊，係咪啊？呢個法官咪係咯，你發脾氣啊嗰日，所以我唔選你啦，唔投俾你票啊，係嘛？衰咗啦，係咪啊？你發脾氣之後，人哋注意你嘅脾氣嘅咋？跟住真理都唔理啦，哇！真係好大嘅智慧。佢話：我咁多年嘅經驗牧會啊，而家做到呢個升到上一牧師之後，跟住升到區嚇、啊、監督啊。佢話：你一定要識得呢樣嘢。我哋就係成日都失敗啊嘛，我都成日發脾氣噶咯，忍唔住啊，頂你一句，哇！斬頂一句人話：你做咩咁樣頂人啊？哇！死咗，即刻寫低影埋相錄埋音，慘啊！以後冇辦法啦，所以。不可以以我報案，我哋生命是點啊？我哋要喺神嘅裏邊支取神嘅無限嘅寬容嘅大愛、饒恕嘅愛，於是我哋能夠點啊？以善繼續神啊，幫助我能夠點樣去對一個人？佢係一個人，
而且佢唔知道佢，耶稣话佢哋都唔知道做乜嘢，系嘛？害你都唔知道，以为仲为正业嘅事啊！头先我读经文，所以第一唔好跌倒啊！第二，坚定嘅同埋以爱嘅见证去面对啦，系嘛？人将你赶去会堂时候会到，一定会啦。对嗰阵时嗰啲会堂，当然系讲紧当时嘅直接嘅嗰班犹太人咧，佢会杀你哋噶。啊！仲话以为侍奉神噶，佢哋咁样行系因为未认识父，未曾认识我，对吧？佢哋无知嘅，佢本身真系冇机会认识嘅。有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噶嘛。佢哋当你认识一个人嘅问题嘅时候，可能系佢真系咁样，系因为佢唔知道，而且佢唔明白。所以时当你咁样喺佢嘅 shoe 上，我哋着佢只鞋度，于是就有啲体会啦。我都讲过，我以前啊嗰啲好多时候啊，可能讲过一个女同学大学的时候女同学佢大声讲嘢，好似男人婆系嘛，我好唔中意佢啊，同埋佢仲好似想靠近我，哇，快啲走啦，系嘛？然后发觉有一日，佢喺街市里边同爸爸妈妈卖菜，我发觉，原来佢卖菜噶嘛，卖菜咪大声叫咯，讲嘢大大声声啦，系咪？咁佢唔知道啊，佢就系惯咗咁啊，好似我成日我大家姐同埋我大姐夫都系教书，佢讲嘢都大大声噶，因为教书噶嘛。咁我哋唔，佢就係咁樣噶啦。我哋當佢明白佢背景嘅時候，我哋哇就係咁啦。我哋都係咁啫。我哋未信主嘅時候，都係做好多壞事啫，唔知道啊嘛，係嘛？所以佢話以愛嘅見證，堅定嘅去愛佢哋。神嘅愛佢哋，神愛佢哋，所以我哋愛佢哋去見證，哦，認識父同埋認識基督，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啊！哇，好多嘢噶，我哋因為呢個世界而家我哋話好多問題。如果你諗下你而家生活裏邊發生嘅問題出嚟係咩啊？認識基督同埋認識父咧，好快解決到問題。大家都服響嘛？我哋一家以基督為主係嘛？有個牌噶嘛係嘛？兩個嗌交，最尾聽邊個？聽耶穌，咁個個收聲係嘛？認識神係意思，於是我大家都去降服，解決問題，好多問題解決。好多時候我哋唔解決就係咁樣啊！我又唔服你，你又唔服我，係咪？第三，我哋係咪有呢種愛嘅見證嘅影響咧？啊！二者揀一，呢個世界只有兩種噶，一係就恨惡基督，一係就唔恨惡基督，係嘛？一係屬基督，一係唔屬基督。我哋唔好企中間，冇可能企中間啫。我哋又唔係呢樣，唔係呢樣。我一係就係我係屬基督，但係我哋可以恨惡基督嘅喎。好似頭先講唔認識神啊嘛，但係我哋一定要企其中一樣，係嘛？我將呢啲話話俾你知，係要叫你哋到咗時候，你諗起我對你講嘅説話。真係噶，只有兩種嘅啫。基督徒就係基督徒，神只係期望基督徒有咁嘅期望，但係我哋基督徒有冇回應？按照佢意思去生活啊，於是按照佢意思生活，就一定係企埋神嗰邊啊，企喺神嗰邊嚇，喺神嗰邊。無論點樣，我都企神嗰邊。耶穌都俾人釘死，我都被釘死冇問題。我企喺佢嗰邊係嘛？如果真係發生，我哋究竟生命裏邊有冇經得起呢種攻擊咧？只係企一邊嘅啫。而家你企邊邊啊？你企喺神嗰边，咁真系生真系遇到嘅时候，你受唔受得住啊？我要问下自己啊！我时候点知啊？到时先算啦。耶稣会话俾我知，到时讲咩话噶嘛？审问我嘛？圣经咁讲噶嘛？好识圣经、啊，但我都谂下，我而家明知我受唔受得住，可能而家都知道唔受得住，系嘛？咁就弊啦。我哋要好好咁去靠近神，神啊，俾我刚强嘅心，神啊，帮助我，以致我可以靠得住。真係會禮嘅喎，呢個唔係當時喎。你話誒講俾當時嘅門徒啫，我哋冇事啊，我哋冇唔係會堂，咪拆教會咯而家嚇，趕你出學校咯喎，係嘛？唔可以講耶穌喎，你公司裏邊唔准講耶穌喎，嚇係嘛？得唔得啊？你大聲祈禱得唔得？哇！有啲運動員嘅教練講一齊祈禱都唔俾啦，好多個美國都發生㗎啦，不斷啊！你冇講其他國家啦，美國都係。自由啊！佢哋排斥基督教，政治正确，政教分离。我最中意讲呢个政教分离。有啲人成日都话政教分离啊！我哋嘅宪法里面冇写政教分离，即系话政府唔可以干涉教会，系保护教会嘅意思啊！好多时候我哋乱咁嚟啊，嚟解释啊。于是你唔好啊，你哋应该唔好掂政治啊。呢个系美国唔系咁讲，美国嘅宪法唔系咁讲。所以我哋要表達啦，表達咩啊？我哋話寫你係考公民，如果你做公民係咪考公民試啊？
咁你有咩权利啊？你明唔明啊？你可以写信去俾嗰啲议员，话俾佢知佢哋唔啱，咁啊好啊，言语表达啊嘛，公民责任投票啊嘛，系嘛？投票选举啊，十一月要选举喎。啊！呢啲究竟選咩嘢咧？第三項一定要揀 no 嚇、啊。第一項我唔知道，仲未諗緊。第一項啲護士喺度話：你 yes 啦，嗰啲又 no 啊。究竟幫邊個？你幫嗰啲行政人員咧，請少啲護士一定嗰啲好似護士 yes 我啦，請多啲護士啦，啊係點咧？邊個照顧啲人嘅咧？啊，邊個照顧你嗰啲家人嘅咧？病咗唔係嗰啲行政人員喎、啊。是那些護士，一個看八十個怎麼看，是吧？你要投票，你要表達你意見，是吧？所以 No 一定那個法律已經開始了，你的同志在兩年前我們猛簽名，結果他們都是過這個法案，已經過了，已經是成為法律了。現在是唯一的機會，你聲 No 將你的法律推翻。如果不是你入去女仔喺厕所里面有个男仔走嚟，我今日系男仔啊，唔系女仔。你话赶佢出去唔得噶啦，已经法律上你赶佢出去，你犯法啦，可以坐监告你啊，几严重啊？你知唔知呢个法律系咁讲噶？哇，真系咁离谱啊！我一定要say no。你快啲系话俾人知啊，全世界人啦，你识嘅，麻省你系公民就 no， 一定要 no 佢，先有机会推翻呢个咁严重的法案。大法官都系咁啦，系咪啊？好重要啊！所以结论，爱耶稣同埋见证系要面对艰难同埋抉择嘅。我哋系咪愿意咧？对唔对？我哋愿唔愿意？你唔愿意都拣咗你咯，系你面对嘅时候，你企边边咯？我哋嘅生命系咪结出爱嘅果子咧？纵然我哋知道我哋咁样活出嚟嘅时候，好多人都未必会信啊。耶稣嗰时候都系啦，好多人唔信。耶稣爱佢哋，做表现咗咁完美嘅一种嘅爱嘅生命果子，但系佢哋都唔信。呢个唔关我事，佢哋自己决定。但我哋有冇呢个爱嘅果子？我哋系咪依靠信服圣灵嚟见证神咧？唔系靠我自己可以。我哋同基督嘅生命系咪够坚强咧？以至我哋可以见证佢，系咪坚强啊？系咪咁坚强？系真嘅喎！自从教会建立以嚟，有7000万嘅人已经被杀啦，65% 响20世纪，即系近代更加严重吓。大過於過去所有被殺的基督徒的總和，只是20世紀大過所有過去由開始耶穌這個教會之後。2018年有2.15億的基督徒面對722種，哇！我都沒辦法找過720種不同的迫害，幾犀利！鬧你啦，鞭打你啦，捉你啦，好多種，722種。至少有4億係自由受到限制喎，基督徒特別基督徒啊，自由唔俾你好多自由。12個裏邊就有1個受到迫害啦，80% 呢啲迫害，所有嘅迫害，全世界被迫害嘅人，80% 係針對基督徒嘅。啲國家好多50個國家裏邊啦，北韓同埋阿富汗排第二啊，2018年啦，第一、第二啊，好多係獨裁國家啦。宗教主義咧，佢嘅宗教喺日本。我嘅教舉係啊，你唔可以信其他教。共產後共產主義國家啦，組織嘅罪惡嘅腐敗啦，好多腐敗政府腐敗啦，更加伊斯蘭教佢哋不斷嘅上升迫害啦，殺害基督徒啦，仇恨啦啊。於是喺2018年有3066個基督徒被殺，1252個被綁架。1020個被強暴同埋受辱，793個教會被攻擊，財產被破壞，呢個係實實在在嘅喎。所以我哋有冇能耐去面對呢個見證嘅能力嘅挑戰咧？我哋知道點樣去見證佢嘛？我哋識唔識得講啊？如果問你今日你識唔識同人分享福音啊？我唔知道，我唔知點講啊！咁系咪点讲啊？我3分鐘见证可唔识讲啊？我点样信耶稣？信主前点样信耶稣？信主后识唔识讲啊？我哋要掌握呢啲最基本嘅嘢。神嘅计划系必定要完成嘅，我哋只要继续去靠神去活出嚟就得噶啦。呢个神期望我哋咁样啊！喺呢个
1597年啊，當時日本有一個嘅迫害啊，呢個豐臣秀吉，好出名啊！豐臣秀吉嘅年代對一啲基督徒禁制啊，所以當時有26個基督徒啊，啊，亦都係信主嘅人啦，亦都後嚟天主教封佢就為聖 Thomas 呢個有個14歲嘅細路仔，佢同佢爸爸一齊被殉道啊！於是佢喺佢最尾嘅時候。佢爸爸殉道之後咧，佢哋喺佢嘅袋裏面揾到一封信，係佢寫俾佢媽咪。咁啊，寫媽咪，我知道我聽日咧就會喺長期被釘十字架，唔好擔心咩事情，因為我哋會喺天堂等你嚟。世上一切嘅都會好似夢一樣消失。你要確保自己永遠唔會失去天堂嗰種幸福嘅期待，而有耐心和好多人表達愛意。最重要係小心關顧我哋兄弟呢兩個兄弟啦，叫佢哋唔好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不要跟随这个世界，属世界。妈咪，我亦都将你交给主了。他这样祈祷，14岁为主殉道。我们相信真是，我们未必要殉道的，但是在我们周遭的关系和生活里面，已经开始你不断面对这种挑战了。是我们究竟站在哪边，我们怎样。愿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爱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以爱还爱，识唱了，以爱还爱，是不是多？滋润我哋嘅心，系你爱去医治我哋嘅心灵，以致我哋满有力量，可以继续去见证你。求主带领我哋，让我哋每天每时
都常常在你的爱中，以致我们看到你爱世上每个人，叫我们去为他们亦都摆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感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圣餐，令我都中
再唱第一节。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望望你荆棘面，令我都做老地，使我望望黑世马地，望望我主痛苦受死，望望我主恩爱慈悲，令我都做老地。耶稣话：呢个系用我嘅血为你所立嘅新约，你每逢渴嘅时候，要记得，要纪念我，直到我再我哋带住感恩嘅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哋有报告吓，系特别阿 Joe 咧，要报告下呢个好重要嘅未来一年嘅财政预算。我首先请佢报告先，好。呢度咧就今日开始咧。連續三個星期咧，我會喺每一個 congregation 咧講講我哋啊出年財務嗰個預算。咁就因為喺月底嘅時候咧，呢個雖然週報冇公報到，不過咧我哋個 calendar 咧就喺十月最新一個星期日咧，主要咧就喺個每年都係噶啦，十月就做一個會友大會。咁啊，其中有幾個事項咧，其中一個事項咧就要會眾咧就係投票通過。新嘅一年嘅財政預算，咁呢個咧，我喺度睇個即係大數啦，主要嘅項目咧就係、是、唔知點解有啲答唔到出嚟，翻譯嗰個答唔到出嚟。Anyway， 你識睇英文嗰、那個 property 嗰個產業啦，咁就最收尾嗰個係產業嘅備用金。OK， 咁咧就主要嘅大數咧就係、是、幾個大項目，咁你睇到2019年嘅數字。個總數咧就喺度下低702,000，咁啊每週嘅奉獻咧就要13,500+先可以達到嗰個全年嘅總數。咁隔離第二行咧，跟住就係每一個項目佔到個總數嘅10%，咁啊最高咧就係教牧嘅費用咧就差唔多50%啦，跟住就外輸我哋不嬲都係。係，但係嘅我哋嘅預算嘅10%，就係呢樣嘅傳統嚟嘅。咁啊，其他咧，反而係一個好大嘅開支啊。咁啊，本選亦都有啦，跟住就其他嘅兒童事工。咁最深呢行咧，我啊即係打出嚟專登就係即係睇你可以作一個比較，同今年嘅比較咧，都係同嗰個即係今年嘅預算嘅比較。出年同今年比較，喺教牧嘅方面咧，我哋使費咧係低咗嘅7%。咁外宣就冇乜點樣變更，就好少呢個數字。大部分都會變更，最主要咧就係青年同埋兒童。咁點解青年同埋兒童增加咁多咧？咁青年啊，我諗你好多人都知道咧。我哋喺好似第二季開始咧，就有一位係個 female youth counselor， 咁佢係 part time 嘅，就是、每個星期做大約係19小時到。咁咧就幫呢個 Alexander 啦手嘅，咁因為咧有好多年青人係女仔咧，就用個 female counselor 比較好啲。咁出年嘅兒童事工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預留一筆錢咧，就希望咧就唔係話揾到一個 children director， 但 at least 我哋揾到一個即係、就是、能夠又幫嗰個兒童事工嗰方面手嘅，即、就、係、是、有啲專業嘅服侍。咁咧就呢、這個又係一個 part time 嘅 position， 咁就希望係有咁樣嘅 budget 咧去俾啲筆費用。
好啦，就呢、這個如果有啲咩個別嘅細節問題想問我咧，或者係未來嗰三個禮拜咧，就可以問，我隨時都可以同你解答嘅。咁啊，當然啦，因為每個部門嗰啲細節咧，可能要揾翻你嗰啲負責嘅部門嘅主持人咧，就去解答。咁除咗個 budget 之外咧，我想講有三樣事都好快嘅啫。你每個禮拜都收到個周報嗰個裏邊有睇到個 offering 嘅奉獻嗰個數字，我哋實際嘅收入同埋啲預計嘅個 budget 啦嚇。咁咧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係個 shortfall 好大嚇，個 budget 就52.7万，咁啊累計咧只有收到36.2万。咁全年咧，我哋應該嗰、那個 budget 咧，就應該就好似同今年差唔多70.02万。嗱，你睇翻今出年個預算咧，同今年差唔多係70万。咁你可以睇到咧，到十月頭個禮拜，我哋收咗咧，即係啱啱一半到嘅嚇。全年嗰個預算咧，收咗大約一半到嘅。咁如果講點解我哋要達到嗰、那個即係預期嘅全年嗰個預算嗰個收支咧嚇？就收益咧，即係嗰個即係奉獻咧，差唔多可以講未來嗰喺嗰個直到嚟嗰八個禮拜咧，我哋要嗰個速度咧要加3倍咁多嚇。每個禮拜咧就要嗰個收益咧，即係要有27,000几。而家收翻嚟講咧，我只係大約要攞係9,000到啫。OK， 咁啊，另外咧喺奉獻嗰方面咧，我少係年尾嘅時候咧。在過去呢，我們可以在年頭甚至乎去到即一月第二至第三個禮拜，你都可以說追認你，就算到時寫了check或者是奉獻股票到1月21號左右，我們都還說你可以將這些撥入去上一年的奉獻。那今年開始呢，我們不可以這樣做了，因為呢有些專業人士呢就提醒我們這個是不可以做的。我們都是看過個 IOS 的稅務的條例，這個是不可以說這樣去過了那個年底的時候呢追回轉頭的。所以呢這個是很重要的，就希望如果簡單家的奉獻 是你想有心是今年奉獻呢，就盡可能呢就在12月31號或者之前就做奉獻。那第四樣呢，就有一個可能幫助到我哋嗰個奉獻咧，就係、是、有啲公司啊，你如果係仲係做緊嘢，唔係好似咁退咗休啦，我就冇咁樣嘅冇咁嘅福利啦，可以講。咁有啲公司咧，你嘅 employer 咧會有 matching gift 嘅，即係如果你間做奉獻咧，公司可能會one to one 咁 match 翻，咁咧你可以翻到公司咧check 係咪有咁樣嘅 program available？ 我哋教會係咪都係？可以當一個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咧，可以即係、就是、你要做2,000蚊奉獻嚇、公司都俾翻2,000蚊，咁嘅時候咧呢個係好即係 double 咗啦，就好啦嚇。咁主要係咁樣，再係講得好清楚啊，好清楚咧。咁你如果係會有咧啊，你如果仲未會有咧。不知改唔改一次啦，但系呢个月份七月唔系十月嘅廿最尾一个礼拜，我哋就会有大会啦，系嘛？咁咧就会投票咧，即系去过呢个嘅财政预算吓。咁大家如果你会有咧，就请你留低时间去参加，系嘛？因为十月份我哋都有啲嘅议程要通过，就系咁样样吓。好，咁啊，睇下报告咧，仲有啲咩报告咧？我哋就系、是、长青团契啦、姊妹团契啦、礼拜二啦，另外就系有呢、這个。嚟緊嘅13號早上有神土啦，每個月有一次嘅神土會，早上7点到8点嚇。咁另外20號有發號角佈置啦，如果你想參加去發佈置咧，咁你就喺呢個我哋嘅網站上邊有個 link 一撳入去咧就可以寫噶，查簽名嚇。咁亦都10月27號咧都好忙咯，27號禮拜六咧我哋有冬秋季大掃除啦，咁啊你如果係中意翻嚟幫下手咧，清下啲葉啊，準備嚇。咁各方面嘅嘢啊，都可以嚟參加。早上有早餐供應，中午打掃完有午餐供應，又唔係要走去食飯食早餐嚟嘅嚇。總之你去到教會，你話呢個好屋企家嚟嘅，我嚟幫手清理一下屋企都應該嚇。咁所以你自己諗下，如果有時間，下雨咧落雨咧就改時間嚇。大家睇到好，如果冇其他報告，我哋一齊起身，我哋唱三一眾嚇。
10月13日我哋就去呢个 Blue Hill 啦吓，啊你报告下得唔得？啊你其实我以为你报告添，但你真系报告嗰样，啊 OK， 系13日去呢个 Blue Hill， 呢个你睇睇啲 email 或者个 WhatsApp 咧，系啦，已经 send 咗两次个 message 出嚟，系啦，有个 sign up sheet， 即系同埋有个 direction， 呢个 Blue Hill 好大嘅。就喺呢個地點嗰度集合，咁啊，我唔好記得有個地圖啦，有個地圖，嚇，好似。因為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行完之後咧，就可以去Queens嗰度，即係好近嘅Queens，去 shopping 又好，自己組嚟嘅大家團嘢咧，一齊去Queens嗰度。係啦。我有個問題就係我哋需要地址，嗰度有噶啦。在個 WhatsApp 度已經有，有 email 你 ，Stephen 收到噶啦 ，Stephen 收到啦 ，Stephen 應該收到啦 ，forward 俾你啦 ，forward 俾你啦，好，呢啲個別，啊，得噶啦 ，direction 得噶啦，好多時候 Google 就得啦。好啦，個大路入到去之後，喺邊個點嘅啫 ？OK， 我哋一齊起身唱 Stop 一種。继续你的大能，你的爱充满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经历从神以来见证的力量，让我们体会到与你亲近，以致我们爱你所爱的，就是爱世上很多未认识你的人，也都爱我们弟兄姊妹，与主你受使用我们，藉着爱的见证，爱的力量去荣耀你，也都在当中去完成神你福音的使命。天父，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清楚默祷之后，我们就散会。